位空中圣经学院的观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刘信之，欢迎收看真言课程。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16课，父母心，子女情，也就是我们要从真言的经文当中来了解真言如何教导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今天的社会很喜欢谈教育，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道德好像越来越堕落，校园霸凌跟社会的暴力越来越严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跟暴力之气也越来越强烈。我们每一天打开电视，我们收看新闻，都可以看到一些让我们内心感到叹息的一些消息。当许多人想把这些责任归咎给学校的老师时，或许我们也应该先扪心自问，孩子性格养成的摇篮其实是从家庭开始，从婴孩时期，父母其实就是孩子们第一对老师。父母如何教养孩子，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因此我们要从真言当中归纳出关于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之后我们再来谈子女应该如何来对待父母。箴言13章24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19章18节，趁有指望要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箴言29章15节，杖打跟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我们先来看一下管教的意义，管教是上帝给父母的权柄，也就是执行上帝托付父母神圣的使命。因为在生命记8章5节里面这么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管教同时也是爱的表现，所以箴言13章24节才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会随时管教。有一句俗话叫爱之深责之切，所以上帝会管教他的儿女，而父母管教儿女的做法其实就是在效法上帝如何管教他子民的做法。上帝管教我们的目的为何呢？按着希伯来书的教导，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正面的造就跟益处。同样敬畏上帝父母对儿女的管教带出来的意义，也是造就以及生命正面的益处。有一位儿童心理专家叫约翰·罗斯门，他曾经提到他从事美国宾州亚米许，的一个研究。亚米许是门诺会的一个派别，他们的祖先在18世纪初从荷兰移民到美国，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过着不用电、不开汽车、生活简朴单纯的生活。他们的教育方式很简单，他们的格言就是箴言22章6节所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都不偏离。约翰·罗斯门他发现每个亚米许的夫妇，他们都平均生七个孩子，但是他们在教养上遇到的麻烦却比平均生两个孩子的美国家庭还单纯许多，而且似乎你可以从他们的孩子当中发现一件事，你很少在亚米许的家庭当中找到那种所谓注意力缺乏症的小孩，以及在童年时期就开始有躁郁症状况的这个病例。因此约翰罗斯门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上帝的教诲是教导孩子走向他成人后当行的正路，而当一个人根据上帝的教诲来行事时，任务就会变得相对简单。尽管并不是一直都很轻松不费力，但是当人们愿意相信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教诲时，上帝的大能会帮助父母去完成上帝交代他们的任务。他不会把父母当父母这件事过度的复杂化，但是呢，我们人类却会，以至于当我们越来越不遵守上帝某部分的生活计划时，那部分的生活就会变得
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才会提到亚米许夫妇的管教儿女的方式很简单，其实就是回归上帝的道，从孩子小的时候就以上帝的道来教导他们，让上帝的道引导他们，到老都不偏离，一直行在正路上。我们谈到管教，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管教要从小开始。箴言提到教导孩童走当行的道，到老都不偏离，这意味着父母其实是带着远见在教导儿女，而不是走一步算一步。也就是当儿女还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带着一个永恒的眼光在教育他的子女。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不只是我们不能只是想到他上大学、上研究所、读了硕士或博士，而是想到他一生到老的这个整个状况，就像我刚刚提到，有一个永恒的眼光跟远见。用功读书，进入名校，拥有一份好的工作，其实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跟过程。但是人格发展跟情绪的训练，却会影响你的孩子一生之久。所以我刚刚才不断地强调，我们是看着孩子，生养孩子的过程是思想他到老的时候的状况，你用永恒的眼光再推回来去思想，我现在如何来教育我的子女。管教原文指的是纪律跟训练。箴言19:18说，趁有指望要管教你的儿子。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知道，管教儿女必须要从他小时候开始。一个小孩从出生到3岁他的脑细胞跟神经丛生长是最为快速的，这些神经丛所组成的网路是小孩子将来学习谈话发挥创意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跟基础，决定这个孩子神经丛长得繁密或者是稀疏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其实往往就是他的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提供子女纪律跟训练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奠基的基础，往往就是从这个阶段来开始。管教这个字，其实我们经常都会想到所谓的体罚。确实管教某个方面是含有这个部分的含义。特别是古代威权的社会，杖打就是管教孩子的方式之一。箴言提到杖打跟责备，并不是一种所谓施虐性的体罚或羞辱。它跟今天社会当中批评指责的那一种父母有时出于忍无可忍，脾气按耐不住发疯式的那种乱鞭打孩子，毒打孩子是不一样的。箴言当中提到对子女的责罚，其实是出于一种理智性的教导跟纪律上的训练，目的为的是矫正子女，让他们不至于长歪发邪。又好比像是修剪这个子女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枝枝叶叶，让他们未来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开花结果。在园艺世界当中有一门特别的学问，其实就是矫正跟修剪树木。我们知道很美丽的树木，不是你一开始种下去它自然而然就长得这么漂亮，长得这么有型。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支架，需要去矫正它弯曲的树干，然后呢做一些矫正，甚至为了让它开花繁盛或者是枝叶长得茂密，必须要做适当的修剪。为了让树木长得更好，即使有一段时间都需要绑上一个固定的线来整枝，而且定期的修剪枝叶，让它发得更加有型美丽。即使教育子女也是如此。所以既然子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么我们好比是管理这一份产业的园丁，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树木来矫正它发展的姿态，而不是扼杀子女自由的发展，而是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开始针对他性格跟品德方面的一个陶冶，予以一个正确的教导。即使他不是一个 IQ 很高的孩子，但是他却可以在你细心的浇灌
照顾、修剪、引导当中，成为一个 EQ 很好的孩子，这会对他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一个正面积极的贡献哦。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例子哦，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母亲叫做苏珊娜。苏珊娜她是一位师母，她是一个英国人，她的丈夫萨姆尔·卫斯理牧师常年累月经常在外面服侍，他们20年的婚姻当中生了19个孩子，20年的婚姻生了19个孩子哦。在医药还不算发达的时代，苏珊娜有9个孩子都死于夭折，但是即便如此呢，她还是得负责10个儿女的教育。丈夫又经常不在，家庭的生计开销啊，她也都必须要去担当。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有一个教育的秘诀，在于她打从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们过纪律的生活。在没有像托儿所或安亲班的时代，苏珊娜每一天都帮她10个孩子安排生活作息，而且她每一周一定有一次是固定跟她每一个孩子单独可以说上话，而且牵着她孩子的手单独带着她的孩子祷告。就这样她持续了20年之久啊，这实在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操练跟学习啊。我们发现到这个苏珊娜本身能够持续这么久，她本身也是一个有纪律的人。她为她的儿女定下了16条家规，其中包括孩子一开始学讲话就要开始学习祷告，哭闹无效，只有礼貌的请求想要得到的东西才能够得着，知错能改就可以免于惩罚，这样子可以免去孩子掩饰错误以及说谎的陋习，只要有心做好，虽然表现出来不甚理想，都值得赞扬。其实他16条的家规还很多，我只是小小的举几个例子来谈哦。苏珊娜认为人的肉体是很顽强的，必须从小就去制服他啊，否则长大之后就很难去胜过。他说孩子的意志一旦从小被驯服了，他就懂得尊敬跟听从父母，许多不成熟幼稚的行径就会慢慢逐一的消失，他们就能学习敬虔度日。或许有人对他的教导很不以为然了，但事实上苏珊娜却教导出2名我们所熟知的属灵人物其中就是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他们2个都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约翰·卫斯理是复兴运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传道人，而查理·卫斯理是18世纪最著名的古典圣诗作者之一这2位属灵人在长大之后持续不断地跟他的母亲保持通信，经常写信请教他母亲在属灵上的指导跟意见。苏珊娜教养儿女的方法虽然未必尽都完美但是他却掌握到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原则，那就是儿女还小的时候就必须好好的训练他们，该修剪的该矫正的从他们小的时候可以被陶塑的阶段就开始。他训练他的儿女成为有纪律的人，这就是所谓的管教，也就是我们在过去箴言的课程当中曾经所提到的训诲。管教呢，必须要有智慧，这是我所提到的3个大纲。箴言没有教父母如何训练出所谓的资优生，但是箴言教导父母要教化子女成为一个人格成熟的健康人，这不仅对子女有生命的益处，对社会国家对子女本身自己都有生命的益，都有这个真正的益处因为他生命健康。箴言29章17节，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的心里喜乐。在短时间他可能读书很好，表现优秀，可是慢慢的经年累月他长大，他闷闷不乐，他抑郁忧闷在心，到最后成为一个不健康的人。我想父母的心也是情何以堪，看了也难过，无法得安息。但如果从小你给予一个儿女一个很健康
成熟的一个教育跟引导。相信即使他不是一个在课业上表现最优秀的人，但是他的 EQ 却可以活得健康，活得活泼，跟人际关系之间的互动也可以带给人以及带给自己祝福。在华人社会当中，有时我们过度看重课业的表现，我们就轻看了儿女品格上的培养哦。所以华人界曾经发生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因为争风吃醋而情杀情敌，到最后还能镇静地拿化学溶剂、去毁容弃尸。甚至我们看到一些新闻，知道有一些优秀的留学生在海外留学的时候，因为跟教授不合，竟然就可以一枪将教授毙命哦，甚至呢还拿刀砍掉自己女同胞的头颅哦。虽然这些都不是常例，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乏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因为课业上的高压，他们的情绪出现了一些违反这个正常人格的反应哦，导致他们人际失调，甚至他们后来选择自杀一途哦。华人的父母很容易以儿女课业沉重为名，让儿女在生活上缺乏一些训练哦，包括纪律。我们发现这不见得真正会为儿女的生命带来益处啊。很多时候呢，这个儿女哦，他们还小的时候，你就好好的雕塑他、培育他，其实纪律的生活会让他更懂得如何把握光阴。有位经验老道的母亲曾经说，要是你不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花功夫去训练他，他长大之后绝对会带给你更大的麻烦。所以箴言29:15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让母亲羞愧。放纵另外一个极端是严厉，有些过于严厉的教导带给孩子情绪伤害跟压抑哦，甚至是反弹，这其实都是不好的。太严厉会毁损子女的自尊，然后让他们缺乏自信，着云跟人沟通，人生就活得毫无主见。他们既想摆脱父母，但是又无法独立哦。有时子女的性别倾向、社会的适应力，都可能跟他原生家庭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以弗所书6:4教导我们，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哥罗西书3:21又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天下其实没有完全的父母，在管教过程当中，我们不掺杂一些个人的感觉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希伯来书才说，深深的父母会按着己意来教管我们，但是上帝的管教却是让我们的生命获得益处。为人父母如果是敬畏上帝的人，即使是智慧不足，教养儿女的这个经验也是不足，但并不代表他是失败的，因为这些敬畏上帝的父母还是可以学习来跟我们的主求智慧，让他知道如何按着神的旨意来教导他的孩子。我们第二个部分要谈的是子女如何来跟我们的父母相处啊。在圣经里头，箴言做了很平衡的教导，除了谈到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也谈到了子女如何来敬重他们的父母。箴言19:26，虐待父亲的，撵出母亲的，是宜羞至辱之子。20:20，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熄灭，变为漆黑的黑暗。28:24，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与强盗同类。另一部分箴言积极地指出如何对待父母的行为啊，这些经文包括23:22，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23:25，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虐待父母，撵出母亲，通常是指孩子长大了之后啊，特别是父母年纪渐长，他的体能慢慢的衰弱，他的心中缺乏安全感啊，
他就会比较依赖他的子女哦。当他们更容易渴望去依靠儿女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引起他们身强力壮的那些不孝子女的轻看哦。他们甚至会侵占父母的财产，然后遗弃他们。我们有时候从一些社会新闻当中也会看到类似的报道。生命记27:16就提到，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所以上帝是非常的憎恶那些当父母年老子女却不孝的人，甚至当父母年老他所有的财产就只有那些连这个子女竟然都还去觊觎父母的财产哦。所以箴言才提到这样的子女形同强盗一般。其实箴言23:22-25的教导哦，也来告诉我们要听父母的话，他们连年老的时候不要去藐视他们啊。有时候父母年老，他们的记忆力不管用，有一些东西重复不断的叮嘱，重复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容易不耐烦啊。甚至他们的这个身体也不太灵活了，很多的病痛啊，我们就容易去轻看他们啊。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啊，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是有一点颠倒过来的。儿女小的时候需要父母照顾，需要父母安慰跟鼓励啊，让父母陪伴他们走过那个跌跌撞撞的时期啊。但是到了儿女长大成人的时候，你发现父母他们开始变老了。曾几何时呢，他们也像是一个孩子一样，需要被照顾，需要被呵护，需要安慰，需要鼓励啊。父母在那个过程当中开始变得像婴孩般的软弱啊，在这个记忆力慢慢的退化，步伐开始变得不稳的时期啊，其实正是来测试考验我们如何回报父母亲恩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如何对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也都是看在眼里啊。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他会经历上帝赐给他的应许，也就是他坐在父母身上的，有一天他的子女也会坐在你的身上。孝敬父母的人心存感恩跟回报的心来孝敬父母，不仅让父母的心得安慰，也会获得儿女的敬重，家庭的关系也会变得和谐，而且蒙上帝赐恩，这是主的应许。有一个故事提到，有一个20几岁的女孩子跟父母吵了一架，然后她跑到外面去晃荡啊。她因为肚子饿，所以一直流连忘返在一个面摊的旁边。老板快要打烊的时候，看这个女孩可怜，就下了一碗面款待这个女孩，不收她这个半毛钱啊。女孩吃了这一碗热腾腾的面之后，连连的道谢，非常的感激哦。云是老板就告诉这个女孩子说，我才请你吃一次免费的面，你就这么感激我啊？那你的母亲帮你煮了20几年的饭，你是不是更应该感谢你的母亲呢？有些儿女往往把父母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伸手跟他们拿钱也都认为理所当然，甚至我们认为父母帮我们出钱买房子买车子也是理所当然，但我们却很少去思想我们如何用实际的行动去回报我们父母的亲恩，并且用实际的行动来尊荣我们的父母。有一本书叫《尊荣父母带来祝福》，这一本书提到尊荣父母的几种态度啊，其中包括有三样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事，第一个是了解，第二个是怜悯，第三是饶恕。什么叫了解呢？要了解父母在养育我们过程当中所付出的辛苦。有一天当我们成为父母，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过程。第二种态度叫怜悯，也就是怜悯父母因着年纪老迈，他衰残在记忆力退化以及这个身体许多病痛当中会造成他们心态上的影响啊，有许多老人因此还罹患了老人忧郁症啊，甚至他们因着年纪越来越大，可能大小便失禁，行动不方便，还有他们过度的依赖3天2头的打电话给我们啊，有时候我们就不耐烦，想挂他们的电话啊。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一本书的作者提到，我们要学习怜悯我们的父母，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老，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会不听使唤，有一天我们的心灵也会没有安全感，可能我们还会因此，更需要儿女对我们的扶持帮助，但是我们也会需要有一份自尊，希望儿女在照顾我们的时候能够保留我们一份自尊来帮助我们哦。最后，在这本书里头提到，我们儿女对父母应有的态度是饶恕。通常，在这个父母威权时代长大的儿女，可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父母用严厉的方式管教，或者是犀利的言语刺激。子女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习靠主恩典饶恕我们的父母。特别是在我们的父母生命不长的日子当中，要学习用正面的言语来鼓励、安慰，积极的对待他们。如箴言23:24所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愿我们都能够领受主的恩典，成为有智慧的父母以及有孝心的子女。